大学是创造知识还有传播知识的殿堂。那么，其实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学术量呢很够的这几个大学，能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来主管，来一起办理这个大学的主管的这个联展。各位都知道，国外知名的大学，他们的那个出版品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像有名的 Oxford Press、MIT Press，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那他们的出版的这个出版品呢，行销到全世界去，那为他们的老师，还有为他们大学这个不管是不只是打这个知名度，而且呢，真的是把他们老师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知识啊，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我们也期盼。我们国内学术量比较够的这几个大学，能够带头来鼓励我们全国各个大学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仁，都能够去善尽我们大学该有的责任，创造知识，传播知识。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联展呢，我们有10所大学，有超过1300种的这个出版品。那么有近万册的这个图书的来展览。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我谢谢我们资科司詹司长代表们带领的这个我们资科司的同仁来一起跟台大一起协助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联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像刚才主席司仪所说的，今年是第6年了我们希望这个联展呢，我们教育部持续的推动下去，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我们在座的几个大学能够像Oxford Press 或是 MIT Press 这样，真的把我们的这个大学老师们创造的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道，让老师们会愿意说他们的创造的知识可以经由这样的延展去传播给我们，不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每一位这个年轻人，可以读他们的所著作的这个知识，甚至呢，能够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台湾大学从1996年开始成立出版中心，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大学必然要有重要的出版中心，把我们的学者、把我们的老师所有重要的思想、重要的刊物，透过我们自己的出版中心，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台湾大学在过去几年更进一步的希望做更多的国际连接，所以我们跟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发表成立华人的跟哈佛燕京这个学术丛书，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能够推广更多，让国际更认识台湾，更了解台湾所有华人世界跟科学界的成就。然后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过去的6年非常成功，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结合所有台湾重要的大学共同出版，让台湾的知识、台湾的人、台湾的思想能够更积极地推广到全世界。各位现在所做的这个台座，尽管今年是台湾大学主办不过这个刚好就是我们25年前毕业的校友郑玉他帮忙设计的。郑玉不知道在哪边，谢谢他。不止学校充满了对感性智慧的密度跟高度，我想北艺大的出版系统，这些年来我们也到了北美洲，到了欧洲，当然也在亚洲必要的一些书展都有了我们的参与。那么我们也当然得到教育部必要的这些资源所以让这个事情可以以很小的规模，但是很长远的脚步持续来推动。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步骤真正可以让台湾的国立大学可以齐心同力，让刚刚市长或者副校长提到的，怎么样让一种充满了理性，以至于高度的这种美感、感性认识的这种机会可以散播到全世界。
大学的社会责任其实几千年来，或至少六七百年来，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知识的建构跟价值的引导这么一块。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联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我们的知识建构面逐渐的呢，随着现在大学的形态的发展扩展出去。那从过去的象牙塔式的大学，到专家补给站式的大学，到生活实验室的大学，看到我蛮喜欢这一个主轴的，串联阅读的想象这个主轴。也就是呢，我们当遇到抉择的时候，阅读，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的读书呢，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样的创新，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价值抉择。最后呢，从不同维度的思考建构起理论来，互相沟通累积，最后呢，跟我们大众呢一起沟通，建筑新的知识。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我相信大学出版社联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为大学不再只是象牙塔，也不再只是由上而下的对大家运用知识、推广知识，而是跟大家在生活里面共同建构知识。那这是我们这次联展的很重要的精神。天气这么冷，然后这里面我想大家不会感觉到对比很温差很大，因为这里充满了热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想大家都会感动的时刻。为什么？因为书本即使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但书本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的汇集的一个源头。再从另一个角度，书本可以燃烧起你真正的热情，所以我相信可能比起暖暖包有更好，这还有更好的效果。那谈到这个暖暖包的效果要群聚效应，所以我真的我们也很高兴清华大学就是我们实所国立大学在教育部的广告电联的之下，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在国际书展里面来展示，一方面展现大学的研究的一些成果。但是大学是不是经常会变成说，哎呦，你这书本好像都跟现实世界脱离太远，所以这里面要如果两面兼顾这其实是一个我们都必须去重视的课题。那么其实现在教育部这样新的一个就是希望大学的办学方针是深耕计划要能够连结，那这里面其实出版社就是最好的一个连结的管道，它有个通道跟各界做一连结。